太正好为我修成对，美酒万里香，金色的发财，我又懂得姑娘触目惊心的回望，滋养着鲜活的欲望。人们都渴望盛世，可为何在这盛世之下仍有人作奸犯科？这人与人之间有了差距，就有了比较，有了比较就有了欲望，而这欲望就像滚雪球一样层层叠加，直到我们无法面对。公正从来都不存在，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，寻求公正。所以